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SY 满足这个方程式，那他问这个值等于多少？我们看哈，这个哈刚好是这个的十倍，我就要把这个求出来以后哈乘以十，啊把它带进去，再加369就可以得到答案了。我们来看看呢，这个等于多少？ 1.23x 加 4.56y， 这个等于多少？移过来， 555 加上369 14积12积924 924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哈，是这个十倍啊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十倍的924，那再加369，那这等于多少？这是9240加上369，九十积六，9609。所以答案是9609。